欢迎来到虚拟医院。我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临床实习。是的，医院环境繁忙又混乱，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需要保持警惕及迅速做决定。系统能够制造各种情境，使学生犹如置身临床现场环境，面对多病人、多干扰、多护理要求、情况多变和各种护理陷阱。虚拟医院很有挑战性，传统仿真学习系统主要训练我们处理单一患者，这套系统则锻炼我们同时处理多项护理任务，并对突发事件故保持警惕。虚拟医院学习系统可制造超过1000种随机情境组合，我们采用游戏方法来激励学生晋级至不同复杂程度的情境，完成学习目标。学生亲身体验病人于瞻望时产生的听觉和视觉上扭曲的感知，培养他们以同理心照护老年患者。我们透过系统的录音功能即场响应病人的要求，之后的选择题意识我有机会思考自己的护理决定。虚拟医院最初推出便有超过1000名学生参与，系统现已纳入课程之中。回馈调查显示，学生对虚拟医院学习系统的满意度很高，虚拟医院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虚拟医院研究团队应邀在各个研讨会和展览会上展示系统并分享学习成效。最近，香港的某专上学院亦购买了虚拟医院学习系统，这一说明我院在知识转移和教学创新上具有实力。此系统亦获得多项的殊荣，包括 QS 全球教学创新大奖2022亚洲地区金奖、第5届香港创意日暨创意比赛最佳社会创意奖，进一步肯定系统的创新性及对教学上的贡献。我们诚邀你与我们合作。